摩羯真的很屌哎、欸，摩羯画的真的很好，我这画的最好了吗？欸、我已经开最好了，这画的真的很屌。英勇的维护人，长得就不像维护人。那一面都吃不饱啊！你可以买那个，我最近有看到一个日本的泡面，会有一个豆皮在上面，那个都好好吃啊。红发哎 ，red hair。他把武器好奇怪啊、哦！最后再把人帅一点。我也要，你在搓那个，就是你在搓那个。我对你现在手上在搓那个很有兴趣，你这东西我喝下去没有效果，你知道吗？你这东西52万喝下去跟没喝没两样。什么东西？我现在搓这个吗？不是，我在搓哈哈，他还在搓远古，白痴，原生不玩药水什么东西？动手！就这个，不要！那奇怪的东西已经有人很多人给我了，我不要雪崩，那根本用不到，操！你智障东西！拉一下哦！全都是血精灵哎，部落是不是讨厌血精灵以外的所有职业啊？所有种族啊？我吃了你的麦，我吃了你的麦，应该是我，我吗？我不知道，反正有人在嚼东西，牛头人大只哦。都有拉到哦，有吗？有拉到哦。来了没啊？这你坦吧，还是我坦？你觉得我们两个伤害谁比较高、啊？一定会高一点。可我打完很废。我打完也很废啊！哦，我们两个都是很废的。你怎么会期待？你怎么会跟 BDK 讲说你打完很废？我打完真的很废啊！我打完真的是蛮废。我点那个是最后一名能讲。我点个魔化弹幕，到底要怎么样打王厉害？而且我神兵才什么几等而已，神兵几等？16，废啊！好啦，我20。哎、欸，原生魔药水可以干嘛？我喝下去以后，空气中散发着弥漫的魔法之力。面包，没有面包。天角作战安具。早安啊！我们音乐是不是停了、啊？我决定我要先来播这一首，我觉得这首一定不会有人猜到这首是哪一个动漫出来。五成，所以你要分两次啊，太痛，我 hold 不住。
你要全拉的话，我就开大招。你全拉的话，我直接变身。你没有，你分两次拉，我就慢慢打。我觉得分两次拉比较安全。你全拉，我开完大招，他们也不一定会死。笑多。我一定选择分两次。好了吗？好了吗？你的经验，你的经验，你喊了 OK， 那你没喝经验。我没有像你那么。这游戏很凶残的。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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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五层阴灵殿。我开了。开。等等，队长你的食物哎。队长的食物，抱歉。好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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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队长食物吃。我认为你们不够格。我要拉上面。三发给。干，抱歉，以示诚意，我运回来。干，这晕得很靠背。那你们俩只要重叠站在一起就死定了。好，我们成功在他们把你杀掉以前杀掉他们了。还有一团，这一波我很烂哦。这一波还危险，危险。我在他第一次读书挑一下他端小心龙头你当场吃一个毒你再吃一个毒、哦、我会连扣两个鱼我有很多招先补第一干嘛我活下来啊怎样招剩三秒我没招了关于一个鱼的太耗脚了。我这一波出去时间不超过五秒。没关系，你看我 damage， 你就知道这一场谁在凯瑞。坦克拿住了。丢脸！所以我要偷喝一罐，对不对？上了。我喝了。不要站到王正面了，王正面有招。中间。哎呦！哦，刚转头，突然敲了我那一下，我一个精神饱满啊！等他砍完，我再动。他 CD 是不是有点刚好？我就想说奇怪，他妈带到暗月卡，操！有点久。看到，一三，那我这次喷完我会走。回一。二还有吧。哦。为什么不能换？换！冲上去哦！这三只打这三只，只打这三。这三只，对。走上一点。上来！四人快上来！哦，没看到。差点要成为剑下王者，真的。剑下王者猛哎，张三星，第一就是我们一起死。
老。我的招要16秒。我先帮你一个。我等下再晕一波。哎、欸、哎、欸。奥利奥。我在断一个什么东西？应该断了，被堵起来了。哇，好多电，我拉动一下，哎、欸，看没看出来？自己喝一罐红水。我没招了，我没招了。我晕了。断一罐。运气好强啊！拉出来打！我好强啊！安安啊 ，Jimmy， 安安啊！大家早安。假的，门怪走过来了。先拉第一的血。一样拉出来打，可你不打、啊，我怎么觉得要全拉、啊？算，这四技能近战完全不能接，知道吗？没有你拉四只，我可以变身呢、啊。没有你会死，你看你四只就死了，你四只你一定会死。我变身是不会死啊，我变身我会开刀，我一直满血。没关系，开到 A 了。死好吧，五神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刺激，勉强可以活下来而已。我现在没有目标。他可以跟边的。不行吧？他会让他们没有办法被控哎、欸。对。也没有办法中断。你只要拉右边还有机会，你只要先打右边的话可以。你打左边的话就没办法，左边那样拉很痛苦。哇！断刀，拉出来。我变身。哇！大胖不可控，没关系。我开火武器，你开火刀，把秘法师，把秘法师杀了，要没了。先杀秘法师，我换好一个血，先杀秘法师，先杀。断刀，好，小心地板，小心地板，拉过来一点，这边走，拉过来。哎、欸，我开到大招了，你可以把小怪都 A A 再过去吗？我的意思是连右边一起都 A A。先把东西清掉。嗯。但我现在打王超费，都要水都超费。我想办法拉后面的过来。拉、啊，他没有秘法师。你这一轮法师打完要给你去昏掉，然后我在看，反正地上垫，不知道我会晕死下。看我，别好打，没有，我是被晕在那边，我不能走。看到了，可是，因为我在过去就会遇到关羽，啊，哦 ，sorry， 不常当滴滴，还好。反应没过来。
你要不要把右边一拉一拉？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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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那我一次拉过拉到底。这边先不要一次拉，不要一次，那个慢慢拉，次元先喝，次元先喝，可以撑一下子。他自己接上来，我才会死。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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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我自己叠太高，等他，自己会叠高，等他消，等他消，不然太危险。消。主要是刚才那废物战士。下一滴哦，小心那光束哦。刚刚光束喷到会秒杀。哦，你当场其实也不会秒杀嘛，只是很痛而已。我听过你妈妈说，这么敢吃哦。敢吃哦！看，好痛！也不会死吗？对不对？我要先找到目标。快喝，拉网。安娜丢 W。巨人宁静应该还在吧？等一下打王的时候，那个两次电，第二次你开宁静一点，然后再换电。好。哎呀，塞雷斯，好久没在我的实况台看到你啊，都在笨的群看到啊。塞雷斯，要不要看到待会下午四点啊？假如我有机会实况到下午四点的话，我一定抽。哦。哇，这个泪哥不太妙。这个速七，我的上仙怎样？哦，这段法好爽！我最喜欢段法啦。还有下一个我不能断。吴大大愿意给我断一下，愿意给你断。这个断不到，这个我断不到。下一个给我断，假如有的话。记得哦，他记得要投药水哦，记得投药水哦。你要不要这个开 last？ 要。开一下我就喝，喝了。偷了。还有。4, 3, 2, 1。你要注意我站在哪里哦，不要站在我旁边哦，等一下会被那个喷到。那人家会不喷正面，要小心。4, 3, 2, 1。我靠！你看我 DPS， Holy fuck！
小心正面哦。剑不剑？我干！嚯嚯嚯嚯嚯嚯！其他人直接走。干什么东西啊？电弧剑把我秒杀。痛啊！他叠太高了，没有。叠太高了，会很痛。干我断线！你们继续走，你们继续走。我刚应该帮你们吼个血。那个真的太痛了。反别引到。五乘一零电，太痛啦！太痛啦！再我看一下。三吧，太痛啦！这复活几乎一定断，好靠呗！下次复活的时候站起来不要动看看，有可能是一站起来马上动，然后导致断线。猎人，你抓，你就等他跳。我招。他那个拥挤要打怪变多哎，变要多一点。你待会就把狼一起抓一抓，我们直接开大 AA 就好了，这不简单。待会杀一头牛，这边杀一头牛。哎，别引到，别引到，别引到。这头牛杀了吧？这头牛杀了吧？这头，是前面。最好是我靠！那个鹿刚撞我，超强啊，超痛！所以我刚才还说我不小心拿到鹿了，因为那个鹿很可。狼的话，狼也很可怕。那个狼可以开大招，直接晕到底，直接秒了。好吧，先偷一瓶再说。不是说你啊，因为狼会把我秒。你要拉几只？先拉三只就好，先拉三只，就那两只加左边的只。带去往前，带去往前，带去往前，带去往前。你要连王一起打是不是？对啊，连王一起打就好了。你这样不好吧？没有，我会开大啊。他一来我就晕哦，再晕，再不晕，再不晕，真的很快，他符合武器加远古战役打他灭，我帮他喊个血，我帮他喊个血，因为我自己吸了回来，我他超强。新的朋友来咯，我操！我操！是啊，为什么要跳我秒杀啊？站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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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步！没有站步了。哎，没有。扶好我，我被弹打很痛，我被打很痛。我王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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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活，自己活，自己活。
我直接前面跟你们汇合哦。好。那个狼三只的时候攻击太高了，会把人秒杀，太痛了。可是人家跳过来，刚好跳在我们所有人站在一起的地方。Sorry， 我怪掉狼。我晕了。我觉得拉前面的人形怪可能很，因为我们已经不够，我们还要补前面的人形。你说回去那边以后吗？差两只哎，我回去打人形怪。回去打人形怪吧。三只，两只，一只。这样多久时间？还有七分钟。应该是两箱，两箱。两箱。左边三只吗？左边三只。一只。错，力太大了。你的光辉有办法断吗？一两火我断。我们有那个加速装，那个闪来闪去好帅。你说我吗？是吧？其实才多打一只哎。好吧。先开最左边，开最右边，开中间。嗯，没办法，他刚才会慢一分钟。没办法，五层血太多了。我觉得五层能加二应该是很屌、啊，除非灵魂之后，不然五层要加三应该是很少。哎、欸，等一下中间我们上次五层奈萨里奥差一点点加三。奈萨里奥，哎、欸，你先开右边了啊，这只比较好打、啊。等一下你，我干。等一下我跟蓝猫打骷髅，然后柯先断叉叉，然后蓝猫先给你断，好，然后加辅，这一边断就可以，一个人断就可以了，断、欸。一个人的话，一个人断就可以了，两只要两个人断，是吗？因为他不吃那个、啊，他不照流。先给我断哦！我要先找到目标。我断骷髅吗？骷髅，我们两个，然后柯剑叉叉。德鲁伊直接绑好不好？没吹到，我晕了，我晕了。还废话三十秒，后面的只废话四十秒，三分多钟来不及。后面的只废话四十秒，前面的只废话三十秒。阿格拉玛之盾归你所有。蓝猫大秘境最高打到几？我打了两个十了。怎么看呢、啊？慢着，欧丁，
我也证明了自己的力量，我是神域之王可以啊。十，我等下打两个十。不会喷那个啊，打奥丁再开吧，变化起来开。征服者已经取得了神盾，就是他不会喷我的那个啊，隐藏外观啊。Superhuman， 早安啊，气4777。技能都有五六行，怎么记得住？基本上用不到那么多行，我有五行啊。干，我没偷到，操！没关系，欧丁废话太久了，把你们我脑浆快马上喷，快喷出来，来我旁边，快！不要太快离开哦，他可能会直接冲。我有开刀了，哦，你们冲出去超危险。干，我也是很不想冲啊。这角色设计就是被这只小怪打打。你知道我吹号角的时候啊，我不是变成一只维库人吗？我变维库人以后，我放我混沌之结，我就拿我的刀去插他，超痛，看起来比砍还痛。伤害低了，没抽到。血太多了。我需要目标。两箱多久？两箱多久？一箱50秒。啊！不是一箱啊，三箱50秒，50秒不可能啊！两箱呢？两箱呢？再多久？他说一箱50秒，我震惊了。再多90分钟？你随便打都，震惊了，震惊了。花二期的时候开始血吗？还是怎样？花二期开始血，对，好，变身开始血，展现你真正的实力。应得的奖励，哇！偷不到水，想拜拜。拍卖的力量爆眼石已过期，力量根本没有人买啊！哈哈，你还说力量超强？啊！力量分数很高哎、欸，力量分数有10.5分，还是战士都超穷啊？有可能、欸，你看战士每个都去买远古药水了，谁给你买这个啊？我干！这个特组合技。哦，免费的断法。我会拉出来，我会拉出来。他立刻放符文，他立刻放符文，对我们这么好。干嘛好远哦！谢啦！哦，我要成为神了！哇，他掉了红包，太难过了，太难过了，太遗憾了吧？我会拉过来，不要理他。我是你曾经面过的所有挑战，慢了1分16秒，好难哦！怎么样5×5+3啊？废物手套，黄金红戒，怎么这么会拿哦？这种看起来就只有我共过的样子。对啊，我想开最后一箱。8/5披风有人要吗？没有。哦哦，干哦，你在那边共过。赌你妈逼干！干得好惨哦！都给你讲，垃圾戒指，您是吃屎长大的吗，朋友？不是啊，这垃圾啊，乐你妈逼干！这明明打5N就超强，这加速15%哎，这不是跑速以外，加速15%哎。
公姑干，操你妈！这个戒指有人要吗？我看没有，没用的东西。这颗戒指有人要吗？有我我点我交易。好，你还是点我交易吧。你不是要石头？你看起来就一副要宝石的样子。那个次元点那颗变什么？我这一颗变成灵魂之后，哇、哦，干好爽、哦、，nice， 射了。欸、蓝猫，你先，哎、欸，蓝猫在哪里？你回去啊、哦？我回去了。你切一颗力量，你那颗力量直接拿来卖我啊？有人是附魔吗？我，好，给你拆。太好了，刚好也需要附魔，麻烦贴一下精通给我看，谢谢。精通的那个200精通材料，四颗水晶，四个裂片，我想起来了，我现在去买。我这边有。蓝猫不要走。啊！把你那个力量领出来。欧丁不帮我们传出。我随时都有带着一颗备用。哎、欸，我知道你刚干了我的水。哼，垃圾。我们终于有一个比看起来比较好打的。可是灵魂之后要加三也是不太可能，你知道吗？它是流窜，对不对？它流窜出来了。流窜是什么？流窜是弹仇恨只剩，弹的仇恨变成50，变成20%，然后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会偷天，我们要死。啊哈，不乖，好重啊！其实我觉得灵魂之后能加2就很了不起，七等的话，加3真的是不太可能。以这个组合，以这个组合加3真的不太可能。我觉得我们是稳一拼二吧。你好，稳一拼二。务必小心。哎，干！带我拉我吧。而且如果是串的话，前面当然就不能打，就是前面不能打我本宝。带我拉我，我去升那个，我去升我的17级。那个七成，你那个怪物只要给那怪只要给你来一个水晶，现在一颗1300 G。什么水晶？我这边有啊，我这边有。我们给他装备拆一拆就够了。装备拆一拆就够了。我们给他装备拆一拆就够了，根本不缺。干，我要打到混血巨人戒指啊！好想要混血巨人之怒啊！今天哎、欸，这被nerf了，靠背，为什么这东西被nerf了？他1到20变成1到12，那个三小操。我看是1到20啊。你看是1到20，我看我是1到12。我看是1到20啊。傻小。我看就是1到12。请问我的观众，刚刚看到全都是1到12。但是现在 DPS 很高，暂时要被砍爆了。暂时要被砍爆了。是因为你刚刚有重开过，所以你的那个提示已经被改了，偷偷 nerf 之类的。这样还有哪个比较强啊？感觉就只剩下手腕比较强。超级快，干个手腕被砍，手腕也被砍，跟鞋子。灵魂之后一群一群拉的话，应该最弱就是2吧，要打到3太难了。三太难了，感觉没得谈了，一定要换这个戒指。没得谈啊，他1895啊。但是里面不能吃增强符文啊。哎、欸，我突然想到传奇难度的那个团队副本是掉880哎，你的装等会飞。你的问题问得好哎、欸，飞到不能再飞。试看看。对啊。可以，你可以在外面吃完再进去。不知道讲。那不会被洗掉吗？不会，死了就没了。死了就不能吃了。不是啊，你又怎么跟我讲这个重大秘密？我先拿吃。现在就是考验我做仇恨能力了。我现在就尽量不直接跳过去转。我五秒后再打。这么怕？我打到怪，我看怪一看我，我马上走，我马上跳走。我离得太远。白痴，我是 DH， 我开场 DPS 800,000，那怪不看我。
谢龙，我不知道给你多少，我先给你。我要精通的。这个两把，DH 其实玩起来是很帅，就是你的画面会帅到不行，你会一直飞来飞去。可是五战下一版都被砍了、啊，哎、欸、哈哈，你下一版会变什么？变垃圾吗？嗯，应该还是不可以回收的那一种。不可以回收，怎么那么废啊？告敏捷两万一而已，为什么？我坦克敏捷是最高可以到26000，想一下，那应该是20000。20780，刚刚坦克装好好哦 ，Holy shit！ 柯倩，你知道我触发这个皱毛皮啊？我的护甲会到9500，这么高？因为我那个、啊……想好你还不快点吧？我按月卡，到了，按月卡就平常都加1200起跳。我们开打 M 的时候，应该已经，对啊，哎，按月马戏团应该来了吗？来了，开打 M 的时候来了，你这进去就没了。这一场造6罐，这一场要喝6罐水。哎、欸，给我2罐。我来增加你变成三星的机会。没有啊，你刚刚人生已经毁灭了。哦，拆掉了、哦，拆啊！往好处想，打到第一件局中的人，打到第二件局中的几率，之前是比较高，现在没有。好啊，我们放生第一颗打到垃圾，法神都可以了，开了、哦，开吧。门后。等一下，我就拉个两只怪在骷髅鸟就好了。他被 nerf 了，我的招亵渎的正条符文消失了。哎、欸，我的也不见了，被 nerf 了、欸。真的，他改过了。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们？啊！他看我了。那只怪才刚走出来，我还没开始做仇恨。没办法，开打了。哎、欸，我还是爽了。打我一直在打血扫那只，我很害怕。我打一打。血扫打到黄色。红了。我一个。大字没关系，大字要劈了。鸟很废，把鸟直接杀掉。下屁怪就真的要等3秒钟再打了，真的要等。你要两批起来吗？痛，可以啊，两批起来我就开大招。哎、欸，鸟，我忘了还有鸟，求！先不要。我还晕一个。先不要，还不要。还不要是不是？要了吗？你看刚刚香红马上就欧过去了。快打！我们要爆炸了！我晕了！我晕一个救你！我没招！立刻后退！到我喝到经典！来，怪开始了！我们要获胜了！我们要获胜了！他真的怪，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怪在看我，不在意啦，真的，那怪里面智障了。那怪从头到尾在看我，所以他没有在打你啊。这个怪好难弹哦。那怪从头到尾都在看我，
拉一秒脱战，拉一秒脱战，让我掉水开始跑。怎么 okay, 怎么脱战？ Okay, okay. 哦。刚喝到远古了，哇，这个超痛！哇，半管，他那个黑暗斩击打我一下半管。三秒后恐惧，干！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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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都忘了有那个东西。这个我不打啊！干！我帮你晕一个，我帮你再晕一个。开血毒，我开血毒，我开血毒了。哇塞！真希望我也有血毒可以开，不过把我们杀光了。三秒后恐惧，刀王恐惧。哇！我跟坦克的血量直接掉一半，开开开开开！哇，我跟坦克的血量直接掉一半，啪叽，啪叽就一半，好疼呐、啊！你这么会派啊？没有，我就平一下而已，不可以派的。你有在用嘲讽那招吗？你嘲讽后打的话，那几秒仇恨会好几倍。没有啊，那好就是嘲讽 CD 到就爱你。对对对对对，你嘲讽完以后那几秒 CD 是好几倍，所以你可以单嘲一只，然后我会一直打那只。你可以飙一个骷髅，我们可以一直干他。没有啊，你看他嘲讽哪只都好了、啊，嘲讽那么明显。嗯那怪真的很可，那我烦啊！哦，我晕，受不了，我要管。这怪还会开闪避，干，很烦哦。DND 掉了，等他走好不好？对啊，可是等他走，待会他会跟那个大只的在那边哦，很烦哦，都很烦，反正他不管走不走都蛮很烦。本一定要多拉，哇，你这么敢哦？小怪啊，小怪没差，我会那个、啊，我100%帅，100%帅气的闪避。我需要再靠近一点。嗯，100%闪避。对啊 ，DH 有100%闪避。你是贼的吗？没有，我砍得着就是100%闪避。你们看我在天上飞，地上飞来飞去的时候就是100%闪避。冲来冲去那个。海源来哦！海源。其实我已经喝斯卡德药水打，不要学会行动。这两个药水是隐形药水，你一定讲错。讲错了。我靠！我靠！我不在那。太早出手！我想说那三秒嘲讽他不会打我、啊。没有，刚我没有按到嘲讽。我看我画面突然亮红框，你知道吗？他们鞋差点不见。破三才出手，会不会玩啊？白痴，嘲讽三秒，他不会打我。我到断左边哦。我要站 bug 点了。哎、欸，干他还是过来了。我上次有站到一个点，那个他会让他在你发来看我，不打我。滥用 bug 被锁三天哦，看看你旁边那个勒莫勒莫。你拉旁边的群、哦，自己小心哦。
那好，我没 DND， 自己小心，自己小心，不要出手，不要出，绝对不要，绝对不要打。好，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目标已改变，他们全部都变影子了。教他一个大的做人。哦，他在教我做人。我帮你保险，看你啊，看到。可是我刚明才嘲讽，他还是看你，好猛哦、喔。他刚刚比我的那个自私打击才是猛的。没办法，没办法，这怪太白烂了。他怪的机制就是这样子，开闪避，你要先晕他，然后再把他打。我单左，我单左，我单左。你直接标一个啊，不要说左右，因为看不太到。我靠，我星星，我星星。Go。你有没有想过你们会死？没关系，星星我不会做太多伤害，因为我已经没招了。我尽量多打。我错了。你开玩笑的啦？想活吗？超，其实我觉得 DH 的实况还蛮好看的，因为它会很华丽，但仅限于看得懂的人。假设看不懂的人，你应该觉得头很晕，应该把画面变成这样，干好帅 ，Holy shit！ 我还没到，哎呀呢，哎呀，柳橙真酷，露米，腿很短哦，你看起来我像是在前面的样子吗？你看起来就像在我前面啊，我喝水啊。地上点招，拉远一点哦，拉过来我这边，来，问一点。他妈的！放在哪里啊？还好还好，小心地板哦。地板有点翻碎。我等一下会把他拉出来。你要直接拉两团，你要直接拉两团。勇士你自己断，勇士你自己断，然后我跟哈哈断植物，这一只是你的主目标。我跟哈哈会断换物。你确定？okay, 我先晕了。我马上回来。你应该让我战负你的。我离得太远了。不行，我看那个开招，我开招，我晕了，我断不了，我没得断啊，我晕了，反正是死了，那死了，我再晕，好，都死了，干，我要被砍到，对不起，我自己回，哪都过来砍你，我断到，这样还73%，好难过。没有，最后一次10%，最后一次10%，这样 OK。你只要把最后那一团的左右边都拉，应该都 OK。根据我的经验，断了，哈哈。哎呦，我没得断，没得断。他不吃奥流，我忘记了。完蛋，完了！敲着敲敲敲！我回个血，我要先杀一只，是不是？先杀掉一只幻物。
放下，放下，还有这块物，敢被恐了。我们这个可能直接外头比较快哦。直接外头吧，直接外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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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演，不要演。OK OK OK。不要我，都死都死。可以活，可以活了。倒我一池水吧。这个猪有点危险。没关系，他是另外一团的，我走过来就好。不要管他走过来打你，反正就是不会做什么事情。你可以往前拉吗？哎、欸，奥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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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往前拉那一团，好不好？一起打。断完法了。没关系，我一段，我一段。前面的只不会，前面的。蓝猫蛋，蓝猫蛋。喂，完蛋！啊，你太早出手了。对，他是直接 ADD 过来。你活下去吗？不动了。你刚冲过去 ADD 到吗？没有，我刚看他直接过来。过来，你快跑，你快跑，你去。不太妙，小心一点，小心一点，小心一点。你可以先随便做一只虫子，让我做一下。我已经尽量了。我先杀锅了，锅快起来。看这怪超难激活的，我天、啊！没办法，真没办法。你不要 ADD 就好。哎，我回来了。我带回你们的老朋友了，你可以帮我嘲讽一下那两个老朋友吗？没有，他砍回抗猛骑。哇靠！我的狗屌！我刚另外一边有那个啊，也是嘴锤啊。混蛋！哇、哦，我这风骚的走位。谢谢眉毛，谢谢眉毛。我这风骚的走位，操你妈！我居然活下来，太神了吧！多打、啊、多打一团。哇，这时间剩下四分钟，来不及，两箱剩四分钟，来不及，没了，来吧，不管了，我先喝，不管来不来得及，我都先喝再说。那过真的很废，我们一起按到断了，谁还有断的？我有，我刚没断，我刚在转，我还有奥流。虽然上面在过，但是我抓不太住啊。我又不特别去吵了。真是不会痛。下一个给我盾。刚刚看电影，我先下去看看，突然就有人找我打，打部分我就打一下。下来吗？还是会脱弹？会脱弹，会脱弹，会脱弹。下来。我记得不会脱弹呢，记得不会脱。不会脱弹就少一罐水啊！看我少半条魔。哇、哦，好水。放哪？他放右边，他放船的右边，来左边，来我们这边，来我这边。
我要再放这么久，啊，还有下药。我刚有一只毁灭触手，哎、欸，我被毁灭触手打死。哎、欸，我被开死。哇，怎样？复吗？复吗？要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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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闻一箱还是要火？干！你又死了。干、他下线了，他下线。白痴！你刚刚要不要打进去啊？所谓打到两只，没有哦，会再长一只啊。哦，干！最多毁灭触手出来了，没有先打毁灭触手，你们两近战没有先打毁灭触手，太多毁灭触手，我们毁灭触手，外合吧，外合。快死！你要先打毁灭触手啊！刚刚魂兽前后各一只、就把人杀了，伤害低。干，怎么那么一段线啊？最容易断线哎、欸，这敢气死！闻一箱啊，白痴断线超废、欸，烂游戏。OK， 王老师讲是我们还有 last， 哼、嗯，我不是在 P 图开吗？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说还好我们还有 last 啊。感觉他出手给我打了一下，对啊，刚刚扒了我一下，看我太帅了。还有这个旋风斩转的超级屌，他放左边哦，来传的右边。他扒我一下，那、你干嘛在旁边？能打掉两个残奥术的，那就下一球断。嗯，我断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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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听到我断一哦。嗯，一三单数都给我断。要比我快些。4 3 2 1来右边。哎、欸，干是中间。哎、欸，你自己活下来吗？是啊。还有战斧吗？哎、欸，干我活错人靠背。干我点错了。我要抽。2 1来右边，然后被 DOT 打死。我应该不会被王打死。你们想中 DOT 想办法活下来，我应该不会被王打死。不过他应该会混一次。我断到咯，我刚这一次有断哦，干你娘！你等一下会中 DOT 很危险。DOT 好痛、哦，我回不起了。我刚冰箱到底要不要解啊？要啊，要解啊，要解啊，因为解完它可以躲掉啊。哦。我的死。4 3 2 1几趴要几趴要打到几趴？三七十对。七十。
four, three, two, one.我听得到啊！刚靠腰死了。Fuck！ 3 2 1你要打伤害，你一定要打伤害，你剩30秒。哇！一摸哦没。哇，没事，没救，没救，我没有看到，我只有偏右而已。还是把他打过吧，你能活下来的话。没关系，还是把他打过吧。框架点太快，点错。Sorry， 我没看到，fuck。没事的，没事的，没事。我们伤害是不是不太够啊？我们只能一次机会把他打过，因为我装备黄了。我几乎是。没关系，把他打过吧。等一下啊。是没事球。吃个水吧。我好了，流窜，流窜，好吧，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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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他刚刚在喷的是偏中间偏左边，有一点偏表。分左边。去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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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火一，中间有坑哦。Four, three, two, one. 一样。中间。哦，所以那边，还右边，下一次我断哦。中间有坑哦。
驱我哦，有空就驱我。一样一我断哦。出来啊！干！我你在干嘛？招坑！你的技能还没准备好。你在干嘛？对，我一直在在累。你要再打还是同一边，还是换一个？有人有切石头吗？切一下。我奈萨里吧，奈萨里要跟艾萨拉之眼。艾萨拉之眼吧，我觉得奈萨里要超坑。中心之庭，干中心之庭，中心之庭，中心之庭，中心之庭。所以这应该最好打。啊，这朵玫瑰有人要吗？我不知道它好不好。我知道它是850的，我不要。不要。重心，哎、柯青有弹过重心吗？你说安格那个啊？对啊。他是近战攻击。柯青没跟我打过重心。你没有话可以给我吗？我要兄弟用。打过永姐，我没打过流川的。哦，你打过永姐，我有带过你，我有带过你啊。对，我们等下副本外见。好，那我坦吧，我坦吧，永姐，我坦吧，我坦吧，我坦的话，你控场应该比我多。你控场 CD 多久？我控场 CD 很久啊，30秒晕一次，就这样子而已。我就一个晕而已啊。重点是我们现在是稳，我们要稳一啊，我们要稳一。假如你是要稳一的话，我觉得我坦比较好。你稳低稳一去做考量的话，应该是我坦。我控场并没有比较多，我是40秒一次。你40秒一次的什么？群晕，然后我有缓，你有缓，我没有缓、有缓，有可能比较好，因为重心我难打的点是他怪都会那个前劈，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他会劈前面，然后 DH 会很难打，重心又很小，嗯。重心要从下，我需要马尔那个治愈之庭走上去。太远了。我脚是打流窜，我带暗月卡好打魔，你知道打魔兽世界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活动。为什么这样讲？是因为它其实就真的像是建筑你的另外一个人生。哎、欸，不对，你看工会那个数值，你那个十的变成第二名。我是第一名啊！看他十到怎么打、哦。我看到你跟苏哈密他们打的记录了。蓝猫早安，早安、啊。今晚 FTO 开去乳剂。
哈，刚刚什么东西？傻笑。What？ 刚刚什么东西？吓死我了！哦，刚刚是点歌系统是不是？靠呗！我第一次听到这东西，它太大声了，它太大声了，所以我刚完全，我刚以为我他妈是点到什么中毒网站之类的，我被中毒了之类的，吓死我！然后我一直在找到底是哪里传出来的声音，结果他跟我讲是 OBS 传出来的声音，好大声啊 ！Oh my god！ 我一定要到，不用拉我。所以这东西要怎么把声音调小啊？太大声了吧！这边要怎么来比较快啊？嗯，吃钱，机关，巨乳器。可是我说这边怎么买的、啊？可是巨乳器这个名称还蛮不符合它的，我怎么觉得是什么女王计，或是那个暴君计之类的？麋鹿记，对啊，巨乳记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哎，想好，待会别插。我跟你讲，你先按上去，按这个中心字体，然后把钥匙放上去，然后不要按启动，然后过来。好。然后我们待会全部上传以后，你再按启用。我是部落，包括你自己都上传。等一下，我先修装哦。包括对，包括你自己都要上传。三级我刚才以为是什么魔兽世界荡掉，它突然出现音乐。到是在，只要在船上都好，只要大家都在船上就好。哦，不用在船上就好。对。就你不是点那颗球吗？你那个球的那个画面不是可以带着走吗？很卡，很卡的嘞，很卡的嘞。哎，所以你们刚刚说寻求组队的那一个第一名现在是谁啊？比方说工会啦，工会那个现在看得到你跟那个苏哈密达的记录了。我一直都看不到哎、欸，我一直都只看到现在工会最佳是，工会最佳是我，然后是跟战神千和亚伯雷罗斯还有蓝骑士。我现在看到是你一个记录，战神千和一个记录，你跟苏哈密达看透者铁玉，然后那个剩下就是你们艾萨阿基，也都有。嗯，好，放吧，放，开灯吧，信号灯哦，按信号灯哦，按信号灯哦，下来按信号灯，按下来按信号灯，好不快？按了。等一下，等船把所有人都带走的时候再按就好了，那时间很久，不用急。船把的，我上船了，你现在可以按启动了，可以了。不能按啊，不能按了。今晚贵族会好，闭嘴！收掉了，收掉了。真是遗憾。艾丽山德也会出席，他很少远离能量来源，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看，这个算战斗当中。所以你现在按启动，就重复按就好了。一直按。按了，他就不见啦。我按下去，他那个框架就不见了。我昨天打的时候是我一个人留在那边自己按，然后其他人先坐船。好，那这次像换你一个人自己按，然后我们坐船吧，先回去吧。不用啊，那个相红一个人点回去就好了。还是要回去吧，我们要在船上才会被。没有，我们要在船上不是吗？我们要在船上。应该，我觉得是他我们在船上的时候呢，他会显示。好，没关系，没有，我们要在船上，我们要回来，我们要回来。我妈回来，我觉得会说进战斗，就是说你进战斗一次，然后再放一次就好了。来吧，点信号灯吧。等一下啊、哦，等那个客栈没到。我到了。Hello。耶。啾！卡住巨乳啊！等一下，就我们意外，我们先都是巨乳卡面，是不是？当然会抽啊。若你放得上去，我架王现在是宝三，我再抽到两张架王。就不说是包机的啦，好不好？大家算数很好，多按几次，你就哎，你就一直丢。有了，要不然我拔下来啊。然后你赶快信号灯过来吧，我们就直接开喽。柯千又转滴滴了吼，好上楼。转右转，你转你现在来，你转就糗了。
没准我们就要，我们还是得硬着头皮打过，你知道吗？是柯谦必须要出去，出去赶快转。那么重心之点的小怪他特有硬啊！好，那小怪就特有硬呢、啊。不想开刀了。来说打过九的重心，那才叫痛苦，那暴跳就死。好累个、哦。看来是由木卫军负责维护派对的秩序。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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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建议我们不要引到左边哦。慢慢打就好，不用急，不用急，不用急，这小怪都可以断靶。小怪警报都可以断靶，没有关系，小怪警报都可以断靶。哨兵不用优先打 ，ADD 优先打。好，等降红到，等降红到。好，降红有点晚，我们上吧。次元猎犬，好，你有可能会死，死了就复活吧。我有可能会死。那个爆很痛，那爆很痛哦。那爆打到你，你应该就死了。放好自己招，他要跳了。你有感、哦、不是我，你有感受到为什么你有可能会死哦？这两个爆都跳远程，他跳一跳是近战，就会回来跳最远的人。你离他太远，他会跳离他最远。一样啊，玩游戏没错。还有垃圾戒指。刚刚翔红没有到，然后有人说法师输出有点贫弱，翔还没有到，他一来就变第一名。走我这，好暗。我刚刚有走过。跳上来，跳上来，跳上来。怕跳过头。跳上来，跳上来。好，我断一哦。魔法爷伤害高的嘞，我们有功能学的吗？我练金的。降红，降红功能，降红功能。拿什么？我跟车间断道，降。谁的六羽扇呢、啊？你们拿好了也会有六羽扇啊！他妈，那不是六羽扇，那不怎么赢的？啊！他过去了、哦，他过去了，过去是过去啊，断他法就好。哇靠！这个会爆，这个会爆、哦。没有，我是太老出手被罚一轮。因为这个地上有圈呐、啊，来一起跑了、啊，不用那么怕。这他妈的是视角！你记得上次跟我讲会爆，这样子吓我的人是谁，你知道吗？一个 N 开头的 DK。可是你们那是我的，所以我没有工程学吗？有人是工程学吗？哦，我降红，降红，降红。好好好好好，上桥上桥上桥。哇，工程学珠子没开 ，GG。什么东西？没有啊，有可能会出工程学才能按的东西，没开，没出，没出。运气。这样其实也好。代表后面有出一些厉害的，那个爆 OT 哦，爆 OT 哦，譬如锻造，锻造的超强锻造的好猛，他这个副本很有趣，他是你的种族跟你的专业技能有可能会让地图上的某些东西增强你的队伍，那我在后面嘞，能够让一些怪物直接失效。你一定太贴了。我断一，我断一，然后柯谦断二。快要吓到！我好怕我会 OD， 你知道吗？我真怕刚听不元素，我那元素应该没有很好。干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拉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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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起来！赶快拉，赶快拉，赶快拉！好啊！我冰脚，铁皮冰脚会把哈哈杀了！哇！看起来要把次元杀。
先把护士，人质过来砍我！看我这个没办法断，公正讲，不敢恐惧啊！去杀掉那个傀儡者，杀掉那个傀儡，杀掉那个傀儡，杀掉那个傀儡，nice！ 这玩笑，等我摸。刚刚蓝猫被晕了吧？我刚刚被晕了，不过很可怕，不然为什么会抠兵龙？那个时候很可怕。哦，换眉毛，我求。 为什么会把四方眉毛？你偷什么东西是？是吧？酷！我现在要下药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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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下药，我们大家都会做，这里所有人都是电竞。好，右边这边哦。哦，我才发现我忘记了。 下一个哈哈，下一团怪开始，你要断秘法师，然后我跟柯先断大只的怪。秘法师，就秘法师。<笑>欢迎来到重型之艇，欢迎来到重型之艇。然后怎么会啊？我怎么知道我会？干我操！我这个没有断，我刚刚断。好，那秘法我先断。 没有，我先晕，我先晕。哎呦，我怎么不过来这里啊？断个。我第2只。那我复活位置应该很怪啊，我要隐身走位。啊，那个那种怪，你中间不是那个桥旁边不是可以走吗？这有一个守护傀儡啊。 对啊，跳桥啊，跳桥！右边走，右边。桥旁边。我们刚刚不是跳桥过来的吗？我们不是跳到水池里面再跳上来。哦。OK，我试一次。试试啊。跳桥。完蛋了，然后又要被问。过去。是 DPS 的问题。要过去。上坐骑，上坐骑。上坐骑，上坐骑。 有空气墙啊！没有啊，你在哪边啊？不是啊，这里啊，这里啊，你走错地方了。我们刚刚不是从这里跳过来的？这里啊。哦。傀儡走过去。没有傀儡不会引到，根本不会引到。那边那只傀儡不会引到。你要开网吗？不行啊，你没有把信标按掉，就不能开网。我右边关了，药下好了。 我会关左边，还有一个人要去关左边，左边那个关掉，左边那个信标。小心过来，胖胖。你快拉回来，这边很多怪。妈，还有我刚才被缓，等下被缓进，我要跳哦。然后这个斩击斩，干靠腰。斩击砍到是几乎必死啊！砍到我，为什么会砍到我？对啊，这斩击看起来是不会死，还好。为什么会砍到我啊？ 超怪哎、欸！我刚刚刚好在旁边哎、欸。哦痛哦，跳一下，跳一下。跳。没有，我就觉得那个旁边那个光束号，你有看到吗？那个光束号超级好。哎、欸，我没有怪哦。不会怪吧？对啊，这部分我熟啊，这部分我打了至少8次。 重型9、8次，哦，哎哎哎，8次要死了，8次很努力在火啊，干！我死了，你就可以说剑木跟巴的灵压怎么消失了？根木剑吧，哦，根木剑吧，不要补我，我会回去。傀儡，我断一哦。我要，我很快到你这样，你们打。
然后你话讲清楚一点。我太熟这副本，没办法。哦，我想说你怎么全部走光？没有，我们在跟右边时间竞争啊。哎，我们是不是要投一下啊？知道。然后我们的时间快不够了吗？有，我感受到这件事情。我们连文艺都快不够了。哎、欸、哎、欸欸！他听到了。因为我刚断过了。为什么有闪现啊？什么狗脚啊？哎、欸，我看他超累的。你、欸、这边没有一只怪可以让我晕一下。我前面的豹怎么那么累的、啊？我不敢打中第一个。你知道，战士也想跑快快。你就可以直接从中间摔。我听说恶魔议会成员能从彼此身上获得力量。后面两个腿很短，等他们一下。一定要打破这样的连结。跟木剑拔的灵牙消失了。这个可以不断啦，但我知道待会只要下一团你们再不断就要灭了。有没有人剥皮的？有没有人铭文的？没有。我离得太远了。来啊，左边那边。看，没有断到底。开大兵了，再一秒兵，停住了。那、啊、再不杀掉他们，下一轮就要奥流了。没有，留一下。你要杀光，剩两只，不要怕。妈，那个坦克一直让我很害怕啊！哎、啊，有没有人是铭文会剥皮的？不是，没有。这个星辉玫瑰酒是 DK 的 ，DK 的赶快按回个血。这个灯笼没出。灯笼？你说地板？星辉玫瑰灯笼。地板没出。没出啊！地板没出 ，fuck。那有出暴击啦，那一定有出暴击。然后我们没有圣骑，没有牧师，我在等执行者过来啊，很可怕、欸，前面的团很可怕、欸，来啦 A 也好，哇，他不过来，其实我刚好通风在转他，我审判官 OT 哦，审判官是 A 一全场，超级无敌痛啊！骂活下来啊！在努力砍他、啊。那还有一个更痛的，就是待会的执行官啊。我需要再靠近。但我觉得这个 A 拳蛮超级痛。所以大家站近一点，让小泽有办法补啊。这痛的好。站近一嘣！12秒的点，打完他，赶快坐下来喝水。怎么样？看出来了。OK， 漂亮。他来了，水喝水。没有，现在可以站起来。但没有陷阱超亏耶、欸！我记得我打到这边的时候，九成打到这边的时候剩14分钟，我们现在应该还能过。间谍不是靠赛啊，好间谍有那个了，有技巧啊，有技巧，赶快上坐骑，上坐骑。那么引到我？不会。小鬼是不是要拉？
小鬼在背后。断线，烂游戏，烂游戏。那以后到底要不要付啊？要还是要付啊？干，太衰了吧！我怎么什么都没出啊？只出了珠宝，啊，没有出伤害，完全没出哎、欸。我这有个艳逸雕像可以点吗？那个是珠宝，不要按，不要按，不要按。干超衰，操你妈！哎、欸，有左边小心哦！哎、欸，你们后面。干 A 的两只 A 的两只，还行还行。我一上来还来不及看你发游戏。干超衰，我们这团子又根本打不过，被他黑了。衰歪。没有一本书哎、欸。那本书你按不了，那是牧师跟圣骑。哦。我们刚好全部出到跟我们没关系的东西。小弟的是什么、啊？小弟的没出。你在等什么？这个也是少打一只执行者，跟那个锻造一只差不多啦。你说哪个？这个啊，少打一只执行者啊，跟锻造一只差不多。因为那个执行者跟这个怪也是差不多血。这也还好，我不知道自皮裁缝有没有出，但是运不好就是这样子。太酷了，还有专业限定。欢迎来到众星之庭。哎、欸，刚意外怎么了？没有，我看到小怪来，我有点害怕了。算坐骑吧。不是跟我走，不是跟我走，我在看东西而已。哎，小弟的在这边，小弟在这边，按一下。小弟是躲花。这个这边有根草，等一下。那自己这。要引执行者。要一定要小弟，一定要小弟按，一定要小弟按。那个效果是什么？也是隐翼之王。等一下，你那个会不行，我不要。小弟，我记得是隐翼之王。对啊，你按得了吗？等一下，我等他走啊。按不。加速10%。你看起来蛮厉害。哦！不要太懂。你不要忘记有流窜。特别是我嘲讽刚用完，很没有办法拉回来，很怕你被打死，最害怕那种。忘记就像我刚才对小鬼抠冰龙，下一秒就死。喝水。你快喝，我们也喝，欸。来。十分钟干。可能来不及啊。不然等一下那个魔将，那个我留冰龙，我直接你们都不要出手，我太想直接喷他了。可以，轮热死直接喷下去，那个王剩下20%，哎、欸，40%，热死，对，热死，不，哎、欸，啊是娘子知道什么招，摸到了一个直接剩40%，超快。对，娘子、欸，那就是可以加速魔将，可是就没办法，加速没办法。我就他妈不知道 DH 有什么招可以这样做。
不知道什么可以摸，就是他血量，哦，等下解释啊。不要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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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来，跟我来，跟我来。你想过来吗？不要引刀，不要引刀，不要引刀。差一只，很糗。不要引到桥上，不要引到桥上，过来，过来，过来。D H 没出啊，D H 是暴击吧？D H 很强。有个灯笼是加10%伤害，还蛮强的、啊。左右边，左右边。8分钟，干，感觉是没戏啦。谁需要手下？进来打，稍微近一点，然后小心等一下地上的火球，这样有点难，这样可能有点散哎，难火，站进来啊，站进来啊，站都靠近哦、啊，好牛，哎干靠腰，我按到冰龙干，完了，抽了抽了抽了，这冰龙第一多久啊？5分钟啊，太久了。那个，等一下一定来不及装好。降红，你最痛、最痛、最痛的一招，你待会用得出来吗？降红，降红爆最痛吧？大火球。用用用用！现在降红已经爆最痛了。妖怪。待会。翔鸿负责走右边二楼，然后哈哈走右边楼下，小鬼啊，柯谦走左边楼下。哎、欸，地上太脏。然后我走左边楼上，我、靠，听懂吗？我谢啦。先跟 NPC 讲话，先跟 NPC 讲话，先跟 NPC 讲话。你说我是哪只？你说我是哪只？你是左边楼下，次元是右边楼下。我右边楼下 ，OK。次元右边楼下，我左边楼下，跟那个有头上泡泡的 NPC 讲话。然后翔鸿是右边楼上。哎、欸，我是右边楼下，谁过几下去了？我是右边楼下。你们两个都是。讲完了吗？讲完了吗？他和大博学者一起走进去。我讲了。讲完了吗？等翔鸿，翔鸿，赶快。讲完了。上楼吧，楼上等。D H O P， 等一下，不要靠近那一只翔鸿，直接戳，赏他一个大火球，就站远一点，他不会近战的。那翔鸿拿了，对吧、啊？应该是大火球最好现在。你看，大火球伤害多少啊？低耶，其实暴击也才40万而已。你看他血量是不是被改过了？被改过哎、欸，你看他血直接是2000万。没有啊，娘子摸。也是很快啊，不知道。没有，他直接给你改过了。那你让我摸、啊試試看看，你让我摸，你让我摸。我打最少也是23万。那个，不要过去了，停在门口，停在门口，停在这边，在这边就好，这边就好。走进来了。不行啊，被改过了。反正正面。嗯。开反魔消掉。待会翔鸿就是怪一死，你就转头闪现，然后想办法去开门。他不捡钥匙怎么开？我们捡。因为那门要开很久。又放我三倍。翔鸿过去。
全到了。非常好，这些叛徒既然有将大兵来杀阵时前往路，你却为这些愚蠢的贵族举办派对。还可以。大魔学者四分多，可以了。这个情况，要追查某些异分。他讲完三分半吧。然后是啊。你不知道每具尸体上都有颜色的。巴格让我药水跑一下。那可是萨利瑟拉最喜欢的花。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宝宝小戴在你的台啊。我就讲白一点吧，你搞砸了暗杀萨利瑟拉的计划，告诉你他现在还活蹦乱跳的，而且等等，附近有人。什么东西、啊、你旁跳那么久你才讲附近有人。我的小薇不讲有人。真的有人啊，也是没有讲错啊，真的有人。这是你弥补的机会。你开往前讲一下，王后要喝。现在喝，现在喝，现在喝。喝了。太早了。发现诡异的多。然后他飞你旁边，有点高，下来椅子就会抠招，你要自己小心点。那椅子就会抠招，小心点。好干，我吃了两次。自己开刀。这个我会开个头线，好痛！这一次只要再不打死，真的要灭了！干砸！完了，还行，有一下。变几等啊？变八等多少啊？看一下。阴灵，但是大伯学者的大限很快就会到了。阴灵地还行，垃圾草速精通，其他方法报仇。这些你要吗？汲取耶，不要。你这腿不要的话给我。你这腿不要的话给我。哎，而不是你把这个头拆掉。人嘞。附近有人，附近有人。你要打那只阴灵殿吗？打！我现在是七艾萨拉、七奈萨里奥跟八阴灵殿。艾萨拉。我觉得这样超难打，听起来都好不舒服啊！我就打阴灵殿吧。我们阴灵殿那时候打黑，对不对？还是我们打哪里打黑的？我们打，这样我们灵魂之后黑的，最不该黑的黑了，真的。被清空，我被捅到一下，靠背。那个是前面那个群控啊，那一波太脏了，知道吧？不过没关系，就是失误而已啊，小事。失误而已。你那远古水够吗？我剩12罐，我这一轮打我一定要出来。我坦的话不用喝那么多啊。但我觉得很有可能你现在就得去买。
对啊，这水太坑了，好缺哦！我的天哪！DH 是零四要在五只都讲完话的情况下才能零四动，太贵了，自己没有办法中了。感觉就是要去休息个三五分钟。拉个水，拉个草，我也去拉一下。我需要再靠近一点。所以，我们一零店刚刚是两箱嘛？咦？嗯，一零店两箱，钥匙就变狙了。当兵完之后就狙。七的那个就爆了，还好没关系，反正你重点是职业大厅的箱子，你只要有一个，你只要有一个更高就好了。嗯。超贵啊，星辉玫瑰超贵啊。372044哦，80个鬼灯果，80个鬼灯果，23 20，看这鬼灯果的价钱真的是50 60 70 我是用拍卖场 UI 在看的啦，我看鬼灯果现在一个100多，118，你为什么你不在奥格玛？你应该在智慧库。啊，不要去哪里买？我以为你在力量库。操！要我帮你拉吗？我正在拉。我已经拉完。我们拍卖场 UI 一下要拉完。你好好叫我，我在你旁边。等一下要拉虎。不然我可以，我其实可以自己做，只是我远古战要的是一星。我还没打到二星，一星你要滚回去做啊！不知道，重点是我做，我不可能爆，我不可能出现三星图样啊！妈，全世界每个人都有一个无敌啊！操嘞！远古我是二星哎，我们现在就是要想办法塞出一个三星出来啊！你几份？你几份材料？20。20。卡了。你是不是没有给我20？操！我就现在喝到不够了，还给你20。区超少哦，世界问区超少，你自己问有在玩的人，世界问区真的超少。是这问题还是我们拖一拖身上多一张纸吧？真的，你赶快多一张纸好不好？我也在看你拾取的物品。三星，我给你一对翅膀，来，我给你一对翅膀，有没有感受到太瑞尔的、哦？我给你比较恶心的金龙翅膀。你要不要先走远一点啊？操你妈！那种人生绝望的感觉。
卖 N 十，卖 N 十，带你打 N 十，40万，包你下礼拜，哎、欸，不是下礼拜，这礼拜四，这礼拜四开箱子可以开到880。呀，你带一只西瓜打，你也打过。我不用在时间内打完啊，我只要打过他就好了。哦、oh.。我带颗有40万的西瓜，我也愿意啊。而且他打完一定有880哎，他只要明天这个时间起床，按自己职业大厅那个箱子里面一定880。哇，好爽哦，听起来很赚啊！天哪，一定赚啊！天哪，40万在剧团可以买到什么？40万感觉在剧团就买2件860的装就很开心了，有没有？不接受分期付款、啊，付款可以买指定的装啊，这个是随机啊。对啦，这是880呢，赢20装等。缺点是你不知道他的那个啦属性啊，所以有些角色他很看属性，那就，对啊，假如是坦克的话，他就不看属性啊，880。而且我们都是有经验的人，你看，我可以贴我的那个传奇难度地城最佳记录。我有2个10层，我这人疯狂到有剩，居然有2个10层。我有2个10层，然后还有98765。看我打过最低的，我打过最，我每个副本都打过5以上哎，后里线。赶快，40万。最难的是哪一个啊？最难的。我个人觉得麦萨里奥，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副本比麦萨里奥绝望。你会被飞盘丢成智障。我个人觉得，假如今天打到10层呢，麦萨里奥跟艾萨拉之眼是都是地狱等级的。你有看我们打艾萨拉之眼吗？干你没有看，你知道艾萨拉之眼的每一只小怪打你2下就会死。他那个多头蛇打坦克一下190万，一下。然后他那个巨人啊，不是有巨人吗？巨人前不是有两只小巨人，两只小巨人只要一起放技能就死了，全团直接灭。我们是灭之前杀掉一只，所以我们才勉强能够再打第二只哦。至少复活起来的时候少了一只。看守者，我觉得看守者10层一定是最简单。我打过10层看守者，我10层看守者33分钟能过，我41分钟38秒我都把他打过了。也就是说，只要我，而且那一场我还断线了2个队友，所以假如那一场没有人断线，我们还有可能在时间内打过。看守者绝对是最简单，绝对。我觉得他比灵魂之后还简单，小怪太少。这灵魂之后跟看守者是优先的。我觉得灵魂之后跟看守者一定是最简单。重金之庭你要踹很多次，你要踹到你那个里面的东西是对的。你们到副本门口，请跟我讲一下。我刚发现我炼金在烧，我又下线了。我已经不在乎了，我都挂着力量经验在打世界任务了。奶猫买装买到870枚，买不到啊，买不到啊。怎么有很强的装莽装吗？我是可以买那么高等装莽装吗？在哪？我没钱啊。现在要打哪一个啊？奶猫下午有要抽价玩吗？抽，都抽。阴灵殿。抽，都去阴灵殿。40万是一个 N 十一件880吗？对啊，对啊，对啊。欸、应该说我会带你去打一场 N 十，然后我们不会在时间内过，但打完以后你会像我一样在寻求队伍这边可以看到你自己的最佳成绩，就是你会看到你自己最佳成绩是10，本周最佳成绩10，然后这个本周最佳成绩呢，在明天也就是每一个礼拜四的时候，你的职业大厅里面会有一个大宝箱，你可以在里面开到一件880，10等是880。哦，9等是875，再往下我就不太清楚了。艾萨拉之眼是送我的，干，你一定要来打打看。10等艾萨拉之眼，艾萨拉之眼10等，我操你妈，超难打。难的吗？我听到你讲这句话，我就知道你一定没有打过5星以上的那个。艾萨里奥。我想5星以上的艾萨里奥跟10星的艾萨拉之眼都是同个等级，就是我跟你讲。我跟你讲，这有多绝望！
他里面不是有个投掷兵吗？他会一直丢，一直丢。哎、欸，你知道？投掷把人丢到死。昨天我跟懒猫还有 Close 打，Close 直接放生坦克，从头到尾在补我。我开着两个大招在就是我是滴滴，我开喉血加剑下亡魂，我活生生被丢死。我想再讲都没有。他已经不补坦，从头到尾在补我了。操你妈！快补没停过，我开两招我还要死。你听懂这有多绝望吗？他是远程，他讲悬崖堡难打也是合理的。你知道悬崖堡最后悬崖堡真的好难打、哦，我觉得悬崖堡也好难打、哦。悬崖堡最后那段路那个跳跳兵，你那远程被跳一下应该是。远没有远程被跳到就不会。我今天就打一个七成的悬崖堡，那个怜悯之极三个打下来，我开那个尖刺一个100万直接死，超绝望。那个怜悯超可怕。超怜悯的，操你妈！他打，我们刚打了。他至少打300万，你知道吗？他至少打300万，因为我减伤，我硬减伤80%，还是死。翔红上线吧。独跳。哎、欸，我跟你讲，我们那时候打艾莎拉之眼十层的时候，我们走进去的时候说干，我们就拉最少的小怪，两只拉，然后第一个那个法师一电就死四个。第一个的法师就放了闪电链，然后死四个。然后我们就说好，接下来我们每一只都断法到底。那王丢第一个毛，不小心插到那个盗贼，盗贼补都补不起来，直接死。你明明就骗他去吃的。然后后来打那个龙虾，打那龙虾，黑龙虾要分伤，红龙虾要分要躲开。红龙虾喷两下，那个法师直接倒。啊，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大水元素，那个元素生物，元素生物我们打一打，打到他放暗流，他那暗流一 tick 一个 DD 是80%血，第二 tick 就死，不能断，他那 DBN 会叮，快中断暗流，然后你会发现那技能在 A 难度不能断，他就全场 A 全死，哇，啊。没有，你一定要打到十，你一定要打到十，十是这个难度应该是最高最高你能打到的难度。然后十一跟十的装等是一样的，880，除非你能够打到12，不然不要往上打，十就好。你一定要打到十，因为十是880。你明天拿一个880，你就跟这些人都完全不同。号角。我有825、830，然后840跟855的号角。好猛哦！那你有带动的吗？哎、欸，你是滴滴哦，你滴滴哦。对，我还是滴滴。行。你开始。今天我开始要怎么拉？一开始两团。一开始两团。两团，第一个两团是小怪，第二个两团就是小怪加王了。哎呦，小怪加王。感觉我第二个小怪我就死。他第二团那一团是超级多。我已经，他那个就是要个要抠风暴之后直接晕你。开吧，丢一下。干，我觉得流窜。第一群要冰龙吗？还是留后面？第二群冰龙。要趴第二。会 OP 干，我被那两，烂游戏，你干，我被晕，我干，啊，哎，我是要毁掉啦，不要啊 ，What？ 冲过来。瓦哈拉雅勇士，我要火吗？别火！不要冲！我可以复活，他们走，他们愿意放过我们了。哎，我硬减伤被打了400万。我们还是一团一团拉吧。我突然觉得我太高估我自己。你突然觉得你运气没有那么强，对不对？对啊。刚刚那瓦哈拉雅勇士啊，你看他这个强力攻击，
在我开着恶魔天赐的时候打了我100万，刚好四只一起放。很不巧，我血就算喝了那些经验也只有330万。你有血这么少？我 DH 啊，但我硬件上一定比你高。操你妈！你叫战士来，你叫战士来，我觉得这边一定90%强制减伤，没得谈。你第一下就被打爆，你第一个盾第一下就被打爆。我第一个盾已经被打穿。你被打穿后，你后面一定倒。哦，停我停我停！我都已经让开让你走了。啊，我要把他潮回来啊！不是，我是磕脚还是跟你讲？我停啊！我好痛哦，救我！把随便挑一只标骷髅先杀了啦！这我晕了，晕了，晕了！哦，我缓了！哦，拉一下！一呆！不行就风筝，不行就风筝！大家再见！可以，我活下来！我操！哈哈！哎！拉一下！拉打！我要很明确跟你讲再见，这样。次元猎犬，我要去！我要救你！我要去！次元猎犬，这个屌运如何？往好处想，我们只要打一箱就好。一箱。不会，我觉得我们打灰也没有关系啊。我这次没有晕哦，你就自己好好活下去啊。我还是闪电突击，我干！有我干，不会怕。不行了，我按了。你这个按下去，我很害怕。我要害怕是不是？哦。快风筝！快风筝！快逃！次元，快逃！快风筝！快风筝！风筝吗？说打完之后快跑！搞的战士的荣耀爆跑最快！快跑！快跑开！啊！等一下！冷毛快风筝！不要坦！绝对不要坦！可以！我全招全开！等一下！换雷声，打换雷声。我们一个英灵剑有这么难吗？不知道，我现在在想是，等一下我们进去怎么办？哦。你这个确定不是 N 死的？我现在想，我的 N 死是不是被人家买来的？是买代打来买来的，我已经没有失误了，可是我被他干歪了。等一下，先不要上，洗一下怒，反正我们时间是不太待了。我好，记得投药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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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我喝！我正好想问，我们不投药水，不要做一箱，我们真的要灰。现在看起来是已经要灰了啦。我是觉得灰烬了啦。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照这个开局，这大概是灰了。一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让你见血！太被劈到。那电流碰到应该直接秒杀吧？哦，我是不会被碰到，但是。贴心提醒。您的爆发药水在20秒后就会好。你知道我刚拉那些水，我拉了6万吧。来哦，3、3、2、1哦，3、2、1最难躲。终于结束交手。快走！刚好被砍到，我自己吸水。小心，还有个电球。你不要这边哦，这边会被他砍死哦。我刚活下来了，我的至高天的骄傲。好，还有，我 DPS 他妈从头到尾都22万，那我操你妈的，这看起来还是要打到灰，到底是啥小？为什么有两只啊？哎、欸！不要！你等他走去左边，我们拉右边。好，
为什么跑两只啊？本来就两只啊。远古战役药水打了31%，这也是很有诚意的。第二瓶药水喝太，然后一般。希望这一刻死过了啊！看不出很屌，然后直接活生生砍死他，把他拉开，不要补到光。冰龙还有1分钟，没办法，下一批。没关系，我觉得下一批我们会打到冰龙好。下一批没有打。我的血。我相信我们下一批可能还要重新再来。有两个秘法师哎、欸，可以养一只吗？我养一只。不要，我要先杀这些雕刻师，我不管。你养那只秘法师。哎、欸。技能。那个。天哪！我要走过去到羊的距离，我已经引到快了。二六，挂分。只刀杀一只啊！哇，走了，兵才好，断，干没得断啊！先拿秘法啊，秘法师啊！来了，我来了！这个秘法师这么可怕，我被晕了，干！我好像活下去啊！啊！不要冲头，不要冲头！我已经知道了。没关系，我们杀了一只怪。我刚先跑到，然后不变羊的时候，我们就死了。现在其实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硬着头皮把它打回，另外一个这样的选择我们会拿到一箱，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直接 R1， 但这个会毁掉，然后我们会少一箱，但我们会少浪费很多时间。我觉得不行，我觉得我们打打看，因为你要想嘛，这个副本有之王，有五之王，那我们有45分钟，我们现在只花了10分钟。好，那他的羊要补一下，有，他走左边，你知道，才不会羊不会碰。我一开这个冰龙，你这个冰龙，干没秒掉套飞，我误判了，但我怕刚喝远古战役，想说可以把他秒杀，不在视野中，你跳去哪了？没有，我自己喝水，法师，秘法师快死了，秘法师，你在补我的血，队友，我飞魂了，对吧？我晕倒，救他死了，他死了，想我补羊。我们还是补羊，不羊，我断他，啊！一下蛋，我怎么死了？不羊，被破了。我们走进去前进了先秀装，那个破碎符文打我一下，70%。我刚刚有一个怎么？破碎符文打在哈哈的，让哈哈倒下。哈哈，真的破碎了。我所有都可以按了。我刚刚整个画面都每个东西都在 CD。你没有招。这可以干嘛？不行啊！终于剩下一个了哈。我不是在发呆，你敢输出一下吗？哦。可以唱愤怒哦。对啊，你可以输出一下。修个装。我知道你的月火，月火还会加1秒。太远了。这个不要来。电刀应该直接，近战应该直接死啊，应该毫无悬念啊。直接砍死他，我不想演。我到时候打，我再打。那么一只，不尴尬。没有很痛哎、欸。我懒得理你啦、啊！你先吃一次看看，你怎么想？你先吃一次看看嘛，吃看哦，让我吃哦。你出出看，还好吗？嗯，100万。
是源不用播，这个第一回合。你先喝水。哎，你满的那算了。哎，次元你要补我，你不能喝水。我先炸坏那个左闪卢卡。不是不是不是，这个破碎符文明的可怕，福克斯一定要先打，福克斯好可怕啊！他那连中闪电电你顶多30%，这破碎符文丢出去一定70%。你那破碎符文刚干我一下，110万，我连说不要的机会都没有就跪了。新的职业符文师，前来报道。我美团小怪看起来都要网了，这么厉害！太远了。看小怪都想喝知名。知名。我刚打一打，我在想到底要不要喝远古水，你知道吗？我觉得你跑。我说哈哈，你要看起来不太像不用跑的东西耶。我说哈哈，你躲起来啊！资源没有。翠云不需要补我，这是王，这是小怪。偷！滴滴开的，好硬打吧，这还硬打好了，没有什么好跑的。好疼啊！被打，哈哈，你被炸会飞起来啊？还是要跑一下，不然你会飞起来。没有飞起来，对我来讲不会是坏事，很痛才是坏事。飞起来我可以冲回来加怒。哎呦，两个躲不躲？爱吃哦，不好意思，一定躲。我想懒得回答你，我就直接跳走了啦。想躲还没得躲，我想过我的感受。我按冰龙那一下会自己会死掉，以外其他谁都不会，厉害吧？哦！痛！得吸2000万伤害。哦，看到主屏有人在说灵魂之喉两等有没有人要打？后里哎，加格玛有一颗两等的格玛，我要去格玛有一颗什么的？精灵殿，悬崖堡，看，悬崖堡有可能不会删欸。我可以讲一件最可怕的事情，它是一个 HP 只有210万的熊坦。我们先打右边好不好？右边看鸟和尚，右边只有五只。格玛不是吧？格玛是那个啦，普迪啦，坦斯人们。等一下，回来一点。要两只剑呢。等等，回来一点，我不到。What are you fucking doing？ 住手！我觉得我要被小怪电死。我补一个鱼。你现在补得到我了吗？有补到你了，再补一个奥流给你，我什么都没了，我也没招哦。那你可以不要晕我吗？晕到你了吗？我被晕了。我帮你吼一个血，我帮你吼一个血。我帮你按个冰龙。我再补一个晕。再补个奥流，意思意思。我快死掉，快死掉。Yeah。我们冰龙可以发挥最大价值，打这副本一直死。回头！我只是先清右边而已。64%，等下跑来跑去很好玩腻。秘法师哦，太远了。这波什么东西啊？我第一下是想给他唱了，反正他血还是满的。我不是啊，我旁边有刺血，断一下，他的好痛啊！我
对啊，我们应该退后一点。我这个这种，你知道我连一个挣扎机会都没有，我就看着那个电电下来，我就会昏死。不去。这游戏好难玩哦。71%，干这游戏好难玩哦，这样还71%。拥挤要打特别多怪。哎，那不用。我晕了。那强力攻击真的很强力耶！刺猬，你可以先绕过去啊！刺猬，你可以先绕过去啊！我大兵他们了。刺猬，你要从椅子前面。哎，预备运！哦，地铁运！哦，我跟你哦。玩家，你可以不要这样子吗？增加我们的负担。你这个绝对不要做傻事。是凡人劈斩，我可以一直叫我叫我。哈哈，你 OT 那一直害我一直被凡人劈斩。我打不，现在相控 OT 啊，我杀他，我杀他。我相信他会朝我走。CD 很久啊。我相信。好疼啊！爸真的走到我面前，我就当他死。当初我也觉得我装备很好，什么都弹得住，直到他开了大秘境，我才发现自己多么的毛，多么的渺小。拉下来，拉下来吗？哇！先杀进化者，大秘境，代表阿凡提，然后在哪里啊？不是拉的好好的吗？进化者，第二次缓，第二次缓，第二次缓。各位，我先跑。我帮你晕他们一下下。我 OT 一只，又拉回来。起初我以为我整个亚洲装等第一的 DH 坦，请问你装等多少？我要装等860啊，859，一个自式863，大家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就不多说。863，我很抱歉。等下他唱哪里？他唱哪里？哈哈！啊，我你看，你有看我那个戒指的加速了有没有？那个扭腰摆臀，干、啊，因为他有戒指，所以863，操你妈的！驱装狗，我干你娘的！我没想你在那边团队副本爽装，从头到尾都在爽。你也不能这样讲啊！我也是在里面帮大家加油，喊得很卖力。没，下礼拜就真的只能加油了。等我再改回来，让他闭嘴。没关系，你但是喊加油，那 BDK 只能在外面喊加油。我需要再靠近一点。OK， 先拉就知道了。好，其实我们21分钟，我们还没打死boss吧？我往好处想，其实我偷了一些时间啊。其实我小怪快杀完。所以我们还有4只往地。我们一只网有5分钟可以杀。假如我们每只都偷水的话，搞不好真的有机会。还要喝8罐。可是我觉得英灵殿真的是前面小怪就该全部跳过。第一团小怪太可怕，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就太可怕。太远了，所以你跳就不能喝爆发水。可是，我们没跳，我们掉的那些时间，差不多就是爆发水的时间了。干，这时候就觉得我们要整队都是远程，该有多好。
想说，我们想扣这个奥流，等一下打王加怒气用的。轮不到了。有没有刺血的喂？所有人都得脱水啦！我刚打这两只就在喝了啦！哎呀，我不会辜负刚刚一亿的心。用开场按冰龙，你快啦，快啦！可以！哎、欸，你开不开？我开。4 3 2 OT 啦！没有啊，他在看我、啊。看什么？坦克。他居然是唱光明之盾的。这一次就要换了，不然我们降爆太痛了。One。那我只能说他，你跳出去会不会太痛啊？哦，他不是看我。我靠！哇，你没有看准。白痴！来了！One，那怎样？我吗？阿姨吧。阿姨。2 1。他不是看我啊！他不是看我啊！他不是看我啊！成功了，阿姨啊！我们守护了。你让我好难过，你居然让一个兵 DK OT 了。干，你就知道那有多绝望。我真的是拉不回来，真的拉不回来。我嘲讽了三次了，每一轮都有打，拉不回来。那爆发药水太痛了，而且我还有喝爆发药水，你自己看我总伤41%来自于爆发药水。没有英勇啊！英你妈！我们是部落的，英你妈！没关系，我当初转来这边的时候，我也是讲了一阵子。连蒙狗还在那边英勇，那换个方式讲，我们开 YY， 从零开始的摸世界生活，没冰龙没英勇啦、啊，没有英勇，我们一直都没有英勇啊，朋友，我们顶多叫做时光扭曲，英勇气概。喝了哦 ，OK， 还好啊，我喝到。哎，那个 I 罗快没钱了，怎么办？吃屎啊，朋友！没钱你也只能吃屎啊！没钱不是吃自己吗？哎、欸，对不起，确实是。现在有两颗哎，应该拿来分享对不对？哎，剩 3 2 1。哦，光明盾，光明盾很痛哦。哦，痛。4 3 2 1。不要碰到球，不要碰到。这个碰到，我自己会回血。好。4这个是很晚。2 1。他是不是要把我电死？小心光明之盾！啊！救我！这是不是？我帮你火个血，我帮你火个血，活下来，活下来！我是朋友，快被插死啊！我自己喝水啊！第二罐水，第二罐水！已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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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喝！洪水，洪水！活下去！我靠！我开反魔，所以我活下来了。干！太扯了吧！干电弧箭 combo！ 干！不要碰到球，不要碰到，我要死掉了。干！如果我有盾反 ，4， 我一定开得到。3 2 1。你不拉回去吗？不用把他打死啊！好吧，你决定吗？那等下双方弹开。4 3 2 1。他不死就我们死了。
会啦。我一王六分五十秒的时候杀掉，我们二王杀掉，整是28分19秒，中间差了22分钟。你就知道小票有多难吃。我刚刚那一罐爆发药水喝下去，过了10秒就跪了。我刚看到电弧箭喷你，我赶快开了反魔。干！我突然想，我们把看守者打加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看守者真的超简单。我们看守者是8等打加二变10。哎，看守者就门口的怪会打到其他人，其后面的怪基本上。我们门，你知道我们门口怎么打的啊？我们门口是直接拉到小王那边，直接嗜血 A 掉。看守者。怕的是那个后面那什么复仇之灵飞过来捅你一刀，那个滴滴被捅一刀应该就死了。没有，我们好像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我好像我记得看守者真的是欧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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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过了。你们欧拉？你在欧什么啦？小一。拎起来了，他那招是不是会把我们灌飞啊？对，他只会灌飞我而已，这个才会灌飞我们所有人。对，我就说这个超痛，我自己回，我自己回。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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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要跟那个王一起拉。DH弹的精通改很多吗？改很多啊，改到我不想堆积 DH 弹。你确定不清吗？改到我就先打这个，可以先喝一罐水。没有，你先清一批狼，我们等一下还要再清一批。哎，左边的狼怎么不见了？少一批，少了一只。哎，我听。换几吧。啊？没有，脱单了。小王在讲什么？你到底在讲什么？就是说狼嘛。不是你的声音断到。少一批，脱单了。有啊，找到了，在那边、啊。我交了一个骷髅给他。我需要再靠近一点。干，90%，到底是啥小？要不然那一只等一下打完跟王一起打。要5只哎、欸。没有，狼一只1.5。我们可以清人形怪，没有。我离得太远了。就我刚才看。OK。把多么痛的灵。你曾是我的全部，不明他为什么在看你啊？哦，那个远古药水本体就是点 ，OK？ 哎、欸，那个，我觉得他那个流血比我一打我伤害不正，真的。等下跳2层流血，我就要直接1.8级。你知道我一直在打死他，六十八，爆发水快转好了，好可怕哟！希望不要有人引到。我觉得那个没有要拖着一起打吗？我觉得哭了蛮容易引到的。AD 已经来了。我放弃了，我直接让他过来。那、啊，所以要你先我怎样？打！我往左边。是的。哦，我想知道他咬你一下多少。但我知道你只要再往那边走的话，你就要死。他怎么会？我们可活着，不要咬死，也不要 ADD。兜里怎么跑不快啊？他们可以通过就走回来啊。小兜很凶的。有一只狼在咬他。我干！我帮你偷血，我帮你偷血。我觉得我们要被他 DOT 干歪了。干死他！先干王，不要再干小狼啦！哈哈，这个好，我就死给你看啊，不然要怎样？然后我干，大家再见。不要，快拉哈！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式。
他也才伤害造成提高71%，还好。路口见，路口见，我直接火，我直接火。我很期待在荣耀大厅与你再会。92%而已。对啊，去打人形。他不要清路口人形吗？顶得住，11分钟啊！我只能说，刚一开始 OT， 害我把剑下王开掉，不然我刚刚不会死。嗯，流窜啊流窜，感觉 DK 感觉 DK 被抓的比较稳哎、欸。我觉得应该死掉超太猛了，我觉得死掉太猛，死掉一定不会 OT 啊！你要看哪一波？三字不够吧？三不够。哇！金版猛的金。秘法时间杀，秘法时间杀。手中无力。站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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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站上去。然后就一起被电晕。啊！对不起，脑子。怎么这么哀伤啊？算了，我刚死也是这样死的。这游戏真的是蛮好玩的。你在打什么呀？总是没有办法想象下一个人怎么死。啊，我知道。啊！奇怪，你刚怎么死的吗？我队伍血条怎么又一个人黑了？刚刚神射手打我150万，然后一个换了一点电，我一下57万。跟你说好消息，我们只剩9分钟了。没有，我们已经没有在看时间了，好不好？把这当成普通好吗？普通？太普通了吧？我们现在就是穿着一身760的废物在打 N 加，还在打 N。好卫生的家伙！你可以看一下，我是装备863的一个战士，穿透射击打你146万，你好一剑把我射穿呢！跟我队友就突然不见了。奇怪，我们前面打神射手都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啊！他怎么一剑就把你的头射下来？奇怪啊，不太好玩。这下好怪。你在各项试炼中展现了非凡的力量、技艺。但是四个，表现丝毫不逊于 N 加 N 难度而已。最英明的上，你先断对不对？我先断。现在你必须挑战他们的哀嚎，赢了一道才有资格获得最新的奖励。你开了我跑出了不见。对啊，所以我刚刚等你上来才开啊。我稍微等了一下。但我知道这边可能我们每一只怪都要嗑药水，不然我们会爆。你来得及吗？我就来不及了、欸。七分钟哎、欸，你扣掉已经来不及了、喔。来不及啊！光屁话两个加起来就1分多钟。屁话两个加起来1分半啊。好，十。不够格。等一下点，等一下那两只我直接，对，我不能直接，我按下去。你在冰龙，我跟你讲，你要打到半关再冰龙。感觉还是哦。你坦然后我滴滴才有可能抓不住啊，
我不知道是 DH 团有什么问题，我抓不住哦。一人认你一个吧，太多了。我不能攻击。那就这样搞，蓝猫是龙。太多 OT 了，我 OT 了，我 OT 太多了。然后我刚去拉你那只，另外一只也变成了。没有没有，那只我没有很用力打，你都用力打了。键盘声，五分钟，我的力量不足，只剩应该是只剩三分钟可以打完，你一直往后一分半，不可能。是啊 ，DH 拿 ，DK 拿 ，DK 拿 ，DK 拿。好绝望哦、啊！要喝药水吗？应该不用喝。别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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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喝。被我们他的武器是绿色的、啊。魔能。你知道那把武器有类似版本的在龙魂开出现过。如果这些装神弄鬼的外来者不愿交出神盾，我就只好从他们的尸体上抢了。放弃神盾，不然就死。等下还有一次冲锋哦！这装能不够，头直接不见啊！没有，他才71%，你知道吗？十成是100%，加30%呢。那时候相逢就头就不见了，我都被笑死。对吧？刚我也没开。我在我要胆小。等一下，盾在哪里？哦呼呼！对啊，我手上。你要拿盾？我拿起来，我拿起来。我拿起来，我要想吃了。你不要这样吓我吗？我干！我靠！哎，开了！盾在我身上啊！我死了。啊！我废物！拜拜！啊！阴灵殿的101种死法。嘿干！还没有跑速，我操你妈！杜林登6000是什么？那我们等一下钥匙怎么办？你现在7奈萨里奥跟7艾萨拉了，艾萨拉吧，干，痛痛。怎么进这些智障钥匙啊！操你妈的！干！突然觉得看守者铁玉真是好棒的副本哦，居然还有机会打到加二。
不然把灵魂之后打回去啊。我觉得把灵魂之后打回去哦。我们灵魂之后是加8的欸，还是加 7？ 啊，我们这个是多少？这个是 8， 8阴灵剑。干，可是我觉得打加7灵魂之后，你没有办法打到加2的话，还不如……看你啊，你决定。你看，还不如把艾莎拉打。再打一次。再打一次阴灵殿，干真的，还不如再打一次阴灵殿。阴灵殿都要加8。如果这些装神弄鬼的外来者不愿交出，第一次看到哈从这边开始讲话，我就只好从。我还真的被灭过是之王。他直接，我从头到尾都没灭过是之王，这辈子都没有。先补 DK， 我要转！你要继续拿吗？我继续拿吧。啊，你说？我继续拿，我继续拿，我继续拿。小怪喷不死，超多了。啊！又来小怪。我知道，我知道，我刚刚在这边死了，因为他的破裂斩击，每两秒打我120000。hold 不住，讲一下好吗？次元可以给你一个点数。我倒是怕次元自己 hold 不住。快逃啊，小女孩！他旁边有一团火、啊，他手上有一团火、啊。神盾可以给他，然后直接让我们过吗？我不好的预感。我没有很想要格拉玛之盾，说老实话，送你送你。因为我没有这个想到说啊，可以让我过啊。哦，no！ 反魔了，好了，不管他反不反魔了，他现在不死就我死给他看啦。我刚没看到反魔我就死了。哇，我们打了2分11秒，这是我历来记录最慢的一次。刚看到那 C， 感觉他是一块火，我手就放在反魔上面了，我超害怕哦。他真的就冲我了。我从没想过有人能抵抗华尔拉雅的力量，而那个人现在就站在这里。还剩下最后一项考验。哎，最后一项考验哦。如果你们得胜，看起来就是我们然后那个澎湃唱出来，我就在上面看着你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他欧丁有欧丁自己的祝福，你自己看他身上有个疤。我们开打吧！我们向后有一个骑士在自己身后啊，向后也是中天崩山，天崩山干大大，他来了，他来了，好远哦！断一下，断一下，控一下，断一下，太远了吧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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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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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大哥，哎。我跑不掉欸，我刚被最远的地方拉过去，我跑不掉欸，很蠢。有人在上面看我们了，我看你们，我看你们了，没有我跑，我真的跑不掉。我刚刚被他从最远的地方拉过去，然后我走不出来。然后不要开蜡烛哦。
我刚刚有确定我第一点开。不要开啊！不要不要！我说不要开！我们来看看奥丁。哇！哎、欸，我要死了、欸！大家再见。你应该跑出去啦！我刚才那个从最远地方被拉过去。哎、欸，赶快冲这个 buff！ 赶快杀掉他！活生生砍死你！